gwi-ze风，gwi-ze啊。 这是举的是什么，老干妈？徐明阳当时模仿的时候，我在现场啊，我最旁边，下一组拍的是我。 讲一下，圈圈每次都比较浮夸，起高了。 挺用感情啊，挺认真的。这鼻子皱纹是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，东东，憨憨。你呢？大家都知道我今天要干嘛？对对，我做饭，你我做饭。哈哈。所有的规则。 我觉得好听的，比他原来唱的好听。你看，给他说的话都加速了，就是肯定说太多了。 所有的规则，冠军啊！我觉得是罗永泽吧，因为就是罗永泽先最先开始模仿的，是吗？对，其实是他最先开始模仿的，他而且模仿的超级像。罗永泽，要不来一个？录个视频发过来。录视频发过来。